零食对狗狗的诱惑，金毛。稳住，当作没看见。这个老鳖犊子肯定是考验我。好累啊，回房间休息了。零食对狗狗的诱惑，二哈。哎呀，好累啊，回房间休息了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吃不吃呢？算了，他都走了这么久，不吃白不吃啊！真香。本来呢，这袋肉干是给你们仨平分的，但是你俩没有经过考验，所以这袋肉干现在你俩一口都没有，全部给小金人吃。来，大姑娘吃一个，来再吃一个，来来，全是你的小金人，你俩想吃啊？没有，哈哈哈，小傻瓜。Oh, I'm a dick-a-doo.